對上一次拍 Romago 的表演已經是年幾前了，原來啊呢段時間他哋係準備緊好震撼的產品，就係手上呢兩隻顏色的高達聯成手錶，全瑞士製造的自動錶嚇。咁我都係喺 Facebook 一啲賣錶嘅 e-shop 嗰度見到啦，我一見到個藍色，哇，好搶眼，再加埋個 logo 已經好中意啦。嗱，我實物見到個藍色咧係比product shot 更加靚嘅，佢嗰個藍色係有少少發光嘅熒光藍色嘅，咁啊我就俾個錶面著迷咗啦。原來再加上咧嗰個 logo 咧係會轉嘅，嗰個係秒針嚟嘅，會一路咁樣轉，哇，好靚。咁我就問老闆，喂，而家有呢只錶未啊？佢話未。全世界都未，而且每隻顏色只是限量100隻，是全球發行，不知道香港配到多少隻，不過他手上有兩隻，就今早拿過來借給我看看，掏下光又講下樣樣。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會喜歡高達，我也喜歡，但我不算很獨，不算煲高達動漫那些人，我小過砌過高達，我砌過一隻Master Grey， 我最近砌到 Master Grey Perfect Grey 我都未敢嘗試。咁我頭先講過見到隻藍色啦，咁我戴上手，係靚嘅。但係原來咧，其實呢隻灰色咧係比較襯恤衫或者西裝多啲，同埋佢呢個灰色標帶咧係跟翻高達裡面軍隊嗰件軍服嚟做，咁所以咧呢隻叫專用，呢隻係叫做軍用嘅。咁除咗顏色同埋 logo 之外咧，其實仲有好多高達嘅元素喺裡面嘅，外面個紙盒啦，裡面個木盒啦。還有那張保養卡，有你那個限量號碼的那張卡，全部都有高達元素的。還有關著標示的呢，就是這個後面的高達樣的浮雕，很漂亮這個浮雕，整個高達的金幣這樣的。還有其實它前面的錶面呢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夜光，它的夜光不是你們看到綠色那些，是紫紫地色的，很容易見到的，你找盞燈一照其實就見到的那個紫色那個夜光，我都是很喜歡的。咁另外除了你見到呢兩條膠帶之外啦，即係一條黑色一條灰色啦，佢仲各自跟翻自己錶面顏色嘅鋼帶嘅，即係譬如呢個銀色嘅錶殼，咁佢就有條銀色嘅鋼帶跟翻俾你。咁呢個黑色錶殼呢只錶咧，係會跟翻一個黑色黑鋼嘅錶帶俾你嘅。咁如果你係喜歡高達嘅朋友，你又睇中咗呢只錶，想大啲機會去買到嘅話，咁你可以喺我上面條 link 嗰度預訂啦。嗱，預訂唔到咧，我係會原銀奉還嘅。不過老闆今朝就即係送錶上嚟嘅，就表示啦，呢度預訂嘅朋友盡量都會配貨俾佢啦。唔 guarantee， 我能夠 guarantee 嘅就係冇，我就俾翻錢你。但係老闆就話我呢度買咧，都會大機會少少嘅。咁另外就係咧個價錢咧係完全唔可以有 discount 嘅，一定要跟翻官方嘅價格。不過聖誕節裏面咧，小店有一個買滿1000蚊回贈80蚊購物金，下次使用嘅，即係你當嗰個係現金券啦嚇，即係錶就真係冇得減噶啦。咁但係有翻一個80蚊嘅現金券俾你，每1000蚊啊，咁你下次買我嘅可能耳機又好 ，player 又好，或者個 shop 上面嘅其他嘢都好咧。都是可以用的，叫做一個聖誕節的小優惠啦。如果你一早看中了這個錶，又很想得到，很想大一點機會去預訂到的話，那你可以上我的 shop 那裡按了它，下個星期呢就會有消息，看看香港配到多少隻，和配不配到貨給你。我們是有專人聯絡你的。